段问题，我们的确是有收到关于这个事情上比较难找到同质品，在同质价以下的鸡蛋就是 Grade ABC， 在这个同质价以下的鸡蛋是41 cents, 43 cents, 45 cents Grade ABC 的鸡蛋，我们的确有收到这个市场上找不到蛋的这些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萝卜粥在每一个星期，在这个 Grade ABC 的鸡蛋是每一个星期产接近500万粒，然后另外的不受统治的鸡蛋是每个月产，每个星期产500万粒，也就是说每个星期萝卜粥的产量是接近1000万粒的鸡蛋。然后那我们最近收到关于这个受统治价格的这个鸡蛋减少的这个反应，我们也在和这个农业部合作探讨到底这个鸡蛋的走向。举个例子，在这个 Lotus 今天我们到访的这一个超市，他们一般就是一个星期的需求量是7个 pallet， 也就是1400这个盒的这个鸡蛋盒，1400托的鸡蛋，而在过去2个星期，它的需求量已经提高到每个星期16个 pallet， 也就是接近3200托的鸡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这两个星期的这个需求量大增，而这个供应量也没有增加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在和这个农业部探讨是否能够增加这个供应量。